掌握篮板球，掌握命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虎，订阅频道，一起掌球。普尔被交易真因出炉，格林被冤枉了，科尔是最大关键。21-22赛季勇士夺冠，很多人看到了普尔出色的表现。随着库里年龄日益增长，很多人认为普尔是勇士下一任的接班人。但在22-23赛季结束后，休赛期勇士将普尔交易到了奇才，很多人认为这是格林导致的。现如今真相出炉了，勇士记者爆料，在22-23赛季开始之前，普尔想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和首发。看来是21-22赛季勇士夺冠后，普尔又提前续签了大合同，导致心理膨胀，竟敢不服从管理。格林那一拳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，就算没有格林那拳，勇士也会像交易怀斯曼那样把他交易出去，因为他们质疑科尔挑战勇士三巨头迟早都要走，强如杜兰特都没有逃过这个事，普尔又算什么？现在格林与勇士续签4年1亿的合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近日科尔接受采访，被问及格林续约的问题时，科尔说格林油箱里还有很多油，考虑到他和库里以及克莱默契的配合，续约他理所应当，很高兴看到续约工作顺利完成。从中可以看出，科尔还是相信库里、克莱、格林这三个人的组合能为勇士带来总冠军，而没有必要急于去培养下一代接班人。普尔又主机要更多的出场时间和首发，所以勇士只能选择把他交易了。上赛季勇士无缘卫冕，虽然格林和普尔去年夏天在训练营中的冲突事件算不上根本原因，但多少依然影响了球队的团结和竞争力。或许是为了将这个负面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，勇士忍痛割爱将普尔交易到了奇才。看似矛盾彻底不复存在，但勇士的账面实力不可避免受到影响，唯一得利的只有拿到新合同又送走冤家的格林。不知道是不是瞎人诛心，已经得了便宜的格林还要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为普尔感到遗憾。从联盟中最有魅力的球队之一交易到重建中的奇才队，他看起来很心碎，为这孩子感到难过。不过格林说这番话时的深情，完全可以用笑中不带泪来形容。之前他在 TikTok 玩组队游戏时，当看到自己头上出现了奇才 logo 的时候，也不怀好意地笑道，谁还在奇才呢？当时的笑容跟现在一样，都露出了看似无邪的大白牙。格林看起来是赢了，普尔的日子还要继续。他非但不想碎格林的瘾，让所有人看起来就像格林说的那样，自己的日子艰苦难过，还直接无视了记者关于他和格林冲突的提问。当时在普尔专访中，问到如何看待季前赛与追梦的冲突事件，这件事情的影响似乎持续了一整个赛季。普尔却回答道，我现在来到华盛顿了，跟库兹马一起打球，他是一个很棒的伙计。我现在在一支全新的球队，我们所有人都喜欢待在这里，我们有机会去创造一些特别的东西。普尔的回答至少表明两个观点，一是自己不想谈论任何跟格林有关的话题，何况自己在今年5月份的采访中已经做出过专门的解释，哪怕当时他还是勇士的一员，也明确表达了他和格林只是共用球场，只是队友关系，并称这只是生意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以后也是这样，一直都是如此，只是生意，只是篮球。二是自己绝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，离开勇士加盟奇才就是一种悲观的事实，他完全有能力和新的队友在新的团队产生新的化学反应，创造新的成绩。尽管这看起来任务艰巨，但普尔目前的劲头绝不会比在勇士时更差，摆明料就是要表现得比在勇士更出色。之所以要比在勇士更出色，有主观上给自己争口气的原因，也有客观上在出手权方面确实受到水花兄弟的影响。即便如此，普尔还是能大大方方力赞水花，他和水花之间的矛盾远非像格林那样除了不爽对方到台面上，还要双双装出一副口蜜腹剑的嘴脸。普尔在采访中称，水花是两位最伟大的射手，如果你不在他们身边，是无法学到这些东西并应用到你的比赛中去的。另外我们还培养起了紧密的联系，我可以给库里发短信，给汤普森发短信，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聊聊天，这个关系没有改变，完全没有改变。其实关于普尔和水花不和的消息也不少，比如普尔从来都不鸟库里希望缓和他和格林之间关系的做法，被看作是球队老大绝对的不尊重。而汤普森因为确实和普尔存在明显直接的竞争关系，被爆出过在更衣室发生口角的消息。汤普森认为普尔球风不该这么毒，而普尔被爆出过也讽刺汤普森拿不到续约合同的黑料。
可从对待记者提问截然不同的反应和大相径庭的评价，就能看得出哪些是彻头彻尾的谣言，哪些是如鲠在喉的刺，拔掉了也成了永远都会让人隐隐作痛的暗疮。追梦格林和金州勇士的合同还没有敲定，但是随着乔丹普尔被交易，媒体一致认为格林会留下，续约只是时间问题。媒体预计合同大概为4年8000万到1亿美金。关于格林的交易留言也很多，比如湖人和国王。湖人有詹姆斯，他们是多年好友且同属一个经纪人，而国王有布朗，还有薪资空间可以直接签下格林。传闻开出了4年1亿2000万的合同，但是他们没有库里，格林只为库里打球。在勇士队内和库里关系最好的就要数格林，他们的关系不像水花那样球场上合作无间，配合默契，球场下两人兴趣差异很大，联系甚少。而格林和库里无论场上场下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格林在场上为库里挡拆，为库里传球，为库里组织，格林在场下为库里庆生，为库里破纪录开派对，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。据说格林报答普尔，就是因为普尔不仅不听科尔指挥，而且对库里的态度很轻佻，这让格林无法忍受，从而怒挥一拳。在格林眼里，库里在勇士是不可挑战的权威，以前的杜兰特不行，现在的普尔更不行。而库里不喜欢唱黑脸，他很少指责队友，于是格林就把这个黑脸的戏也接了，说格林情商高也好，会来事也罢，说到底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好，这才是真的。有人说在勇士苦追汤排挤普尔，其实情况并非如此，格林整个赛季都在试图修复和普尔的关系，但是很遗憾，一厢情愿的事从来都办不成，这让格林非常困惑。而库里和克莱都是性格温和的球队领袖，即使对普尔有意见，他们也不轻易表现出来。牙套门和罚球门事件是他们表现不满的极限方式，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唤醒普尔。普尔被交易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，库追汤对他有意见也是他的态度先出问题，库追汤只是做了球队领袖该做的事。普尔被交易到奇才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格林回应媒体说，乔丹是一个好球员，他知道怎么打球，他能为球队带来活力，加入奇才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机会，他有机会带领奇才取得成功。虽然两个人早已决裂，哪怕普尔娶过了格林，格林对普尔还是给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。普尔的闹剧终于结束了，双方和平分手是最好的结果。客观来说，普尔是一个好球员，潜力很大，像这种既能单打还能发起战术进攻的球员联盟并不多。普尔改掉运球太多的毛病，会打出高光表现，只要普尔摆正态度，他在奇才打出全明星数据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尤其是奇才连续送走比尔和布尔金吉斯的情况下，队伍群龙无首，普尔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机会。如果能打出好的表现，那么下赛季勇士和奇才的碰面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。普尔和格林作为对手出现在赛场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普尔还敢不敢突破由格林把守的勇士内线？水花兄弟怎么点名找普尔单打教学？维金斯会不会对他的好友普尔手下留情？戈尔用什么办法限制普尔？戈尔会让勇士每个后卫都单打普尔吗？普尔能不能在库追汤面前，尤其是勇士主场找回面子？很多问题留待新赛季揭晓答案吧。